龙神，你就是姜子牙？是。龙神，你奉女娲娘娘的旨意前去布雨，竟然把城内城外都淹到，害得那么多无辜的百姓无家可归，你可知罪啊？哼！啊！江先生救命！你叫我救命？不错，我听江先生这么一说，我就知道我的命只有江先生能救了。你已经铸下了大错，凭什么让我救你一命呢？我也是受了九尾狐和野鸡精的挑拨，才铸成大错。江先生如果能救我的命，我今后一定会留在西岐，帮助这里的黎民百姓，以弥补我的过错。好吧，你先起来吧。多谢江先生。啊，相公，你真的要救他？是啊，师叔，他都敢胡乱下雨，难保他以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的。哎，哪吒，小神说得出，一定做得到。请江先生一定要帮帮我。好，那你先告诉我，你遇到什么问题了？女娲娘娘下旨，明日午时要命紫薇星君周武王前来斩小神的头。紫薇星君周武王？紫薇星君周武王是谁啊？原来是他呀。是他，他是谁啊，师叔？七伯侯姬昌的儿子，姬发。七伯侯的儿子姬发。既然如此，江先生能否救我一命？这个，我没有这个能耐来救你。就目前来看，只有一个人才能够帮得到你。是谁？姬发的父亲姬昌。